所以，Dustin，我准备好喽。好啦，被抓到了啦，被造了啦，结束，活捉，哈哈哈哈哈，燕玲，我活捉到人质了啦，啊啊，燕玲有收到吗？走吧，你有，诶，他是不是用三二啊？知道诶。哈哈哈哈哈，我听到他讲话，会不跑哪去了？刚刚哪里打到龙哥了、我在屋顶那个阳台啊，我趴着啊。啊？哦，这一栋阳台啊，所以不能用消声武器，因为消声武器会找不到人。对，完全不，我们刚以为你没有用消音嘛，你是躲很远在打。对啊，我在阳台，所以到时候也是限定不能用消音武器。啊、被偷打屁屁的。哦龙哥，刚在别的阳台。我在那个前面的阳台啊，只是不应该用消声武器。破掉窗户里面。No，我一发就打到你，然后可是我觉得之后消声武器要限制，不能用消声武器。啊，你刚有消声武器哦，我都没有用哎、欸。
对啊，我不能用消声武器啦，就是攻击方、突击方不能用消声武器。可是狙击的问题，坏了啊！我是直接活捉他啦。你想活捉他，但你对，可是后来找我啊，对，我没有来，就没有来找你了。活捉要怎么算？等我想想看。活捉之后可以拿那个啊，你活捉之后拿那个绑的那个，哎、欸，绑被綁。可是你这样的话，不是就不能动了？人质就不能动啦、啊，又变成说我要抓着他、欸，很奇怪。应该是人质只要被活捉，就算任务结束啦。还是要说设定一个活捉逃跑的点？嗯，哦，也可以，也可以。抓的话，好，我觉得等一下如果是被活捉的话，人质你只要，可是这样不行啊，因为人质看到人，像 Echo 看到我也会尖叫。我想想，好了，你被惊吓之后，人质就不可以再发话了啦。对啊，就啊，好就对，你一定会发现，人质不见了。对对对对。可是人质应该不能纳入小队雷达，我觉得。对，人质确认是你要另外算。不然人质不见，那个点不见，你就知道他在哪里。我再当一次红军，等下我设一下那个人质的点，就是如果我活捉他的话，哎，会发现人质不见，就到那个点去防守，就变成颠倒了。他们那个有够吵的啊！有，到现在还是有。发疯。好像也不需要穿背心。等我一下哦，瞄具拿掉。那个护送的人可以用教音枪，我觉得没关系。然后攻方的人，好 ，OK。我操！哎呦，只有一个弹夹不行。还是你来当好了，我这边真的吵到那样子，我真的没办法。嗯，怎么样吗？我想要跟 Echo 换一下，我当那一个。哦，我这边吵到那样子，我真的没办法。好 ，OK。Echo， 那你跟那个燕玲换一下。可是人质也要离开那个小队。了解。Hey， wake up！ 好，我先过去喽。
这一大事情我好了、哦。然后跟大家讲，就是如果人质活捉的话，是会被红军带往 CAP 点 ，CAP 点在那个军营那边。有收到吗？喂，大神有听到吗？有，这里60收到。我们等一下 master。哦，好。